我们到了松水堡啊，宣传部嚟噶，你睇佢嘅设计啊，睇佢质料啊，睇佢手工啊，啦，手机鬼嘢嚟噶，好开宣传就知啊。我们在等着巴士，你们想念这个东西吗？现在呢，我们要去搭地铁去到这个三水沟。马路啦，啲人会觉得我系完全游客，唔系啊！快啲过，快啲过，冲啊！在香港过马路就是这样的啦，啲人好悠闲。今天我来深水埗咧，是因为我要去找一个布去救我的臭臭啊。然后因为在马来西亚我根本没有机会可以出去，所以我现在要在香港买这个布。然后呢，这个布呢就是在深水埗的这个基隆街这边呢，有点潮哦。哇，好多好多布啊！嗯，羊羊羊，到底我要买哪一个布给我的臭臭？这个哇，太粗了，不能。不知道你们呢，如果自己有臭臭的，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捏它们？我现在就在试下那个 texture。刚刚呢，前面已经有一间了，然后现在我在看后面还有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可以买那一间啊，我就找到我的臭臭的布了。然后顺便我看一下要不要买一些陪单的布啊，还是我自己，还是给我自己了这样。好，我们走吧，这边很多布哦，下次要找布就来深水埗了。洗袋啊 ，OK， 唔该你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我已经买了我的臭臭的布了，就是这个质感了。我的臭臭可以换衣服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台吉，因为我们约了我们的朋友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你们记得 subscribe, like, 还有 comment, share, and stream, 拜拜。